什么空隙。那么有一段时间他专门剃了一个库里的发型向他致敬。库里什么发型？不就是原本吗？对，就三分的话主要是那个淘汰，哎呦点起来了，篮下两分打进3.5。中实力3-0应该不会出现，我们是 BO3 是3，今天他在现场补位好像是没补上，但还在篮下三分。哎，命中了，哇，把这个毛巾抽送给大家，堵男主播嘴的毛巾送给大家好吧。不要不要、这边潘双带着队友的期待篮下，也是看哪位陆荣耀球员跟周瑞进行对抗了。现在论坛上看来叶凯帆还差最后一个三分命中、叶凯帆转身好球、